就是一个客栈的样子。不是你们的，像清晨日光，像一个圆的系列，在这个墙上有十二件作品，其实是把十二件作品当作一件作品在这个墙上去呈现，就是像清晨日光啊，太阳从海面上然后慢慢的往上升起，然后三十年的蓝天母，它是个需要重造的一个园区，所以大概我们用这里的元素，用这里的画布，然后用这边三十年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们完成了这个墙。飞扬，然后是像月亮，或是像清晨日光，慢慢的升起来，让蓝天母这个三十年的故事，可以在某一天早晨，慢慢的就让人家看见，看见这个园区的故事，波浪似的哈，像太阳升起的。然后它是一个立动，像头发，像海浪，所以它在墙上是一种黑夜的，是阳光进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有希望的。我们需要雨水，需要养分，需要阳光。如果只有爱啊，我是觉得只有爱的可以让我们的黑夜不再是黑，我们看到爱，因为只有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嘛。其实我都是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海边哦，旷野画画，树啊，有花啊。比颜色上，因为是我们让它在阳光下面，在雨水下面哦，它可能就是会一种受我们以后可能会用一种比较可以长久性的，让这个墙可以永久性的呈现它的无墙，也只是艺术的。路过进来的人看到这个墙，看到这个园区，看见清晨日光，看见希望，看见爱。